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现在在过年期间呢，我想所有的人都会给出祝福，满满的祝福。当然除了过年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红包，红色的包，红包。但是呢，除了给到现金红包之外呢，我们还要送出我们的祝福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常常在说深深祝福你。但是到底什么是福气呢？而且呢，你知道吗？在过年期间，我们都要贴那个五福临门，五福临门，五福临门。所以呢，是哪五福？你知道吗？志豪呢，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五福临门。第一福叫什么？叫做长寿。所以呢，一个人生下来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能够长寿，是不是一种福气呢？但是呢，长寿一定要搭配一些。第二个福气是什么？富贵。就是如果你活得很久，但是活得很穷，那就很辛苦了。所以呢，你要长寿。第二福是呢，富贵。第二福叫富贵。所以呢，又长寿又富贵，这样是不是很开心呢？但是呢，只有两个福是不够的，我们还有第三个福是什么？叫做康宁。什么叫康宁？就是呢，身体健康跟内在的心可以安宁。所以呢，人生在世呢，身体健康没有病痛，内在平静安稳的心灵，这样子才会开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也不行，所以你需要第四福。那第四福呢，就是好德。什么叫好德？好德呢，就是跟关系，就是你跟人之间的关系，一个好德之人呢，才会有很好的人际关系，包括你自己的亲子关系、伴侣关系，还有跟朋友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需要第四福，叫做好德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福气是什么福气？第五个福气就叫做善终。因为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一段旅程，所以呢，它是有一段时间的，我们终究会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如果能够善终，可以开心的、安稳的跟人家说goodbye， 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好呢？善终让我们走得平静安稳，走得很安详，然后朋友呢、家人呢都能够看着我们，然后很安详的离开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善终。所以呢，各位朋友，新年到了，你要去祝福人家说哦，祝恭祝你五福临门。哪五福？你背下来了吗？你一定要记得哦。第一福叫做长寿，第二福叫做富贵，第三福叫做康宁，第四福叫做好德，第五福叫做善终。五福是要同时都能够存在的。所以呢，新年的期间，志豪要祝福你五福临门。好，五福临门，怎么样才可以拿到那五福？给我按个赞，你就有五福了；或是呢，你帮我转分享，你就有五福了。开玩笑的哈。借着这段影片呢，恭祝大家在猪年呢都能够五福临门，而且呢是天天跟你在一起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广告，就是除了五福之外呢，圣经当中呢还有提到八福，还有另外八福。哪八福呢？等一下下一段影片志豪来跟你分享。你想不想得到这八福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你选一个数字，等一下我们跟你揭晓，在下一段影片。祝福你。